Hello， 各位 ，Good morning， 早上好。一觉醒来，我们就到鹿港了。哦，人家讲一户里落三万港，哦，非常早开发的地方，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百年大庙，还有很多故事。哦，咱今天来到这鹿港洪天宫，这也算守护王爷，这是鹿港洪天宫系统的。哦，啊，它的故事也非常的特别，等一下跟大家讲个故事。我们先进去里面拜拜。啊，今天是我们台中清水奉天宫哦，来到鹿港洪天宫这边业主进香，招待一会会有这个鹿港修法的这个高香仪式哦，这也是非常特别，鹿港小法的这个交香，就是咱的业主进香弄的开香会哦，这个过程非常的讲究哦，等一下会拍给大家看哦，在我们这里进行鹿港洪天宫守护王爷哦，它的故事非常的特别。哦，这咱可能要用台语讲，用台语讲靠迄个开口，当拢是两百几年前，鹿港才有一个渔民，哦，出海抓鱼啊，去勾到一块叉头，啊，这块叉头非常的特别，啊，甲勾起来，伊就甲平掉，啊，伊就去走过来，伊就甲勾起来，啊，就甲平掉，啊，伊就去走过来，就安尼，迄块叉头对伊对来甲鹿港遮，啊，无多，啊，伊一对咧，啊，就甲勾起来，吼，勾上岸啦，吼，迄个时阵讲，迄个时间，咱有一个渔民发起来了。起蛋龟发起来，啊！迄、那个渔民唔捌字，竟然会晓讲出诗句。当当时在渔民咧问来者何神，吼、哦，咱这位王爷是倒一位王爷，苏府王爷出一个诗，吼、哦，来给大家暗示。小弟文学造诣没有特别好，所以我们必须看着讲。蔡公去祭忠臣庙，曾子回家日落西。此去荆轲脱了斗。马到长安留四蹄，就是这四句哦，这一首诗来暗示这些渔民们他姓什么，就是大家议论纷纷，后来才得到了结论，姓苏。哦，这四句拆开来变成一个苏字，守护王爷只是讲伊要来鹿港街的所在来祭祀万民，后来火起来迄块叉头，王爷只是要甲雕做三尊，哦，或者大王爷、二王爷、三王爷三位要做伙来到鹿港街，后来庇佑万民，后来才建庙安尼。以上这就是鹿港洪天宫，哦，这是网络上的一些故事，我跟大家分享。早上九点，要叫大家起床了，哦，这个闹钟挺高级。整理服装仪容，因为等一下别拜咒，拜咒这非同小可，我这要拿出我们最大的诚意，端庄整洁，来拜掉咱的咒啊，那样，有没有？大家来整理服装仪容，要拿出我们最大的诚意。你们现在要干嘛？你们知道吗？要接东西啊。不用接啊，对，那是你。等一下要进行的仪式是，我突然忘记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要进行仪式是刻棺雕牙，这是鹿港修法，这是用金纸，这是兔耳，什么？有兔耳啦。哦，真的插在耳边啊！这个什么？马蹄伞。哦，它真的有马在上面呢。嗯。开始了，哎，好讲究哎！你要看到有人在办事之前，他每一个店哦，每一个偏店都要去上香哎。
吃饭，兵马吃完饭，我们才能吃饭，换我们吃饭。
Thank you.